家好，我是来自天传媒主播小米粒。然后接下来呢，我给大家唱一首《100万个可能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喜欢的宝宝记得点赞、评论、转发哟。幽静窗外满地片片寒花，一瞬间永恒的许下，我在棉被里倾听他却听沉默的声音，一瞬间永恒的声音，雪树下的你，在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，该向前走或珍惜虚等。这冬夜里有100万个不确定，潜入深夜或自己虚等。云空的泪已有冰凌结晶，成雪和吹，这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，我进棉被，我面对寒冷。吹来一缕声音，一瞬间看着你走近，暖了我动心。倾听他却听沉默的声音，飘雪藏永恒的声音，树下的你，在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，该向前走或珍惜虚等。这冬夜里有100万个不确定，进入深夜或走上街灯。云空的泪已有冰凌结尽了成雪和水，这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，我进棉被或面对寒冷。喜欢的记得点关注哦，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。在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，该向前走或是继续等。这冬夜里有100万个不确定，云空的泪一如寂静的，云空的泪已有冰凌结晶了是雪和翠，这一瞬间有100万个可能，暖着冬心或面对寒冷，该向前走或珍惜虚等。我轻棉被或面对寒冷，暖着冬心或面对寒冷，潜入冬林或走向街灯。